好了，我来到教室白同学。哦，白同学最近刚为着阮家迄个啥电钱有无？好安尼，头壳冒咧烧。那个一起来缴的话，非常的贵，比营业店还要贵。然后想说，有同学说是可能是热水器那个长久哦，因为那个屋主他们就交接给我们那个，一来都有迭代啦，啊，造成它加温会比较慢，所以就变成很耗电，变成吃电怪兽。哦，我咧看咧叫迄水电诶，我来甲我清清诶好啊，行行行，哎呦，你开门，等下哦。哎、欸，你好，哎、欸，白同学你好，哎、欸，阮电工白，爱刚看你直播吼，讲恁诶电炉食电作伤，我公司来啊，恁赞助一台，互你安装试看卖，阮诶电工白真正省电。真诶假的？我讲，迄刚直播头先动作伫咧唬人诶，我真正哦、喔欸，你无甲骗哦，哎呀、啊欸，人是不能说谎的，说谎鼻子会变长，你知？对对对，做一支片啊，听讲六万，安尼也要变长，你有说谎变长啊嘛，你知道？真正假的啦，真的好，今来看卖。我就想讲，叫要来叫迄水电的，要来请尔讲。哎呦，啊，真的嘞，惊到。吼、哦，真正，哎、欸、你，我讲头先动作你真正凊彩转转尔，啊，我那就要来甲装了。哎，对。吼、哦，阿姐，我头先动作伊迄凊彩笨笨的尔，讲真正嘞，安尼叫着。这实在。啊啊，对对来。为家己起来，对家己起来哦。哎、欸，啊，你搁有这做你连这安装嘛要帮我打哦。赶快做保温。好，所以你要甲做砖头的，啊，这只型号叫什么？这9031030。哦，就你刚直播咧转，转讲迄个啥，恁公司讲这只偌强，都偌强有无？啊，讲要甲恁打，讲要赞助嘛。对。啊，你讲，恁公司真正做信用的。白龙先生，先祝你操作顺利，大家平安大赚钱。哎、欸，真的呢，说到做到啊！但是我有一个问题，这么大，到底我们要怎么拉上去？咱为这去你讲嘛，先搬起来，来看哪安装。好，调皮。啊，佫有保镖呢？保镖敢要翕者？赞成保镖，迄个入境的刷入境，水的起啦哦！啪，瞬间，吼、哦，想袂到这字啊，安尼这么拉手。啊，这是算啥？这算当牛，啊，这算当牛因亲戚对啊，敢是？不是，我们公司的主任。嚯、哦，大家好。主任哦，安真个劝主任出来，白同学。当然啦、啊，是白同学的家一定要的。哦、真的哦。对。啊，完蛋了嘞！啊，不是，我是蔡同学。我蔡同学，我来讲哦，伊家龙的，因为我182弄袂对吧？一修黑了，一修一套185应该弄袂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直接先，我的困难直接。把那个热水器直接拿上去了啊，因为有那个天井的部分哦，我们在评估，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拿上去，我们再想办法。反正一惊一定要整到好嘛。对对对。我不可能让恁走呀，来一起安装去哦，耶！好来哦，哎，我讲真的，我现在感觉足开心的呢。好了，我会抓，哎，竖起来嘛。我头先想讲。恁公司讲要赞助，我想唔知好卡嘛，叫真正，我想啊，若真有赞助，我再请水电来投，结果佫全部要甲我投啊好呢，我够开心的啦。好，来，白龙就要慢慢上来，啊，鞋啊穿起来好啊。好。这算历史性的一刻啊！来哦，其他厂商要跟进的，可一个帮我印白龙雪呢，哦，够感动诶。好，白龙雪赶快上来。那、啊、我们就是尽量一镜到底下去拍摄，然后问题就是说，好、哦、这样起来，那个天井的部分要先量尺寸，如果不行的话就要拆箱了。哦，来，应该是先，手，到你手放啥？来，先扛。好，先扛诶。来，搬起来，我们先跳串之后，来，大，安尼你怎么等下迄个天井有无？我们整个要上去。先去量看看，因为我看那个好像快要一百，他可能没有办法上去啊。如果没有上去，那可能都要拆箱。好，来你们看麦啊，来哦，因为这个就是很写实的分，黑仔分享安装。应该你要去，应该是喺楼梯遮啦，遮到到遮，而且是圆柱体较紧绷嘛。遮差不多49公分。好，你啊很高好看。来，你好我好嘿，安尼嘿你调好看者。我、哦、到这边嘛，安尼无法度，我看49，看这個、嘿，来看这个箱子，所以这个箱子它一定要
低于49公分，腰大概在48。来看一下，我甲看应该是无法度，无法度啦。安尼49要到50啦。安尼，我来甲伊讲，还佫有一个方法，我们从那边的格罗斯看看。来，迄个啥，大哥你来看嘛，看迄增加咯，无法度。对这吊起就好啊！你看，还佫有一个玻璃窗，还可以打开。大哥，你往对这，对这安尼吊，遐都开开安尼就好啊嘛。上着角来，去上着伊空心嘛。嘿，对。有一个斜度。嘿，斜度嘛。你啊斜度了哦，咱无法度去处理的损，会损伤着另外本身的主体。嘿，对。所以讲，咱上好是拆心，天真啊，平。哦，对，啊，还佫有你讲的。去损到迄个主体之外，搁惊去露着壁嘛？哦，我搁袂想到呢。我头先想讲呐，一支迄个强柱牙安尼起，我安尼吊落去啊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安装的专业。那我们看似从这边简单，但是会可能会插到墙壁，或者是去露着物件，惊去角啊，人去万不叫破的有无？感觉上就是会安装较比较熟悉。啊，那我们现在好惊上着壁嘛？安尼大哥，咱怎么唔着爱先个拆箱啊？听声嘛，啊，同声我记是47条，47咯，你着爱记好呢，我听几下49，这他们就变了嘞，来啊，吼，足感动的嘞，我这是安尼拧起来尔哦，因为这到底是偌重，等下要弄着阿里哦，好，爱看要先甲三脚要紧落来，20公斤这桶哦，超过50公斤哦。这一个桶桶是28公斤。28哦，嗯啊，你说我这么猛起呢？那我这轻，哎呦，够轻的呢。来，白龙雪先来看一下它的基本说明。来，你也介绍一下，这电光牌这个阿兄是恁公司的电光宝宝。电光宝宝。所以我这么你用恁原厂设定这是几度？这是迄落水温啊，这么。因为无底水，所以显示的是迄落同温。啊，咱是几度要调？一般是60度。啊，因为白同学伊食电用电拢做伤实地，爱调55度。无啦，唔，我想我是搬去倒个电池，变作贵，我想无啊。所以出来温65度。哦好，啊，然后它的那个瓦数是多少？瓦数是4kW。4kW是4000哦。4000。但是为什么？我刚看这4000，我拢会惊呢。嗯，咱一般的热水器就是做4kW或6kW，所以免惊啦，对啦嘛。免惊。嘿，好 ，OK。啊，所以制造年份你加嘛？2021。好。我讲我来问一下哦，热水器无法度做到一级哦。伊会当做到一级，但是伊的成本足贵。好，我跟迄人工在研究好啊。我想讲热水器若要一级的货就赚着，但是以我的经验有无，迄热水器。我刚买迄饮水机一级的哦，伊今仔日高温的时阵嘛是会惊。好了，先不管那个。好，啊个来，这是指示灯嘛？对。啊，这个部分迄个是淡淡的配灯，这地方拢专业当用的对哦。对。啊，这个注意事项咱先甲看一下啦。我甲你问一个重点。恁公司甲赞助啊，嗨，嘛是甲报告。有报告。我先问一下，无等下怎么头等下讲。哎，安装管安装，我噶才安我安装嘛，好了，可以直上了。你统生，我要先去确定一下是迄落个啊。统生好细。你啊，你甲只半径只搁啊落来嘞，48，安尼会使啦。我来讲吼，你这有无？你等下咧用时，这个部分有微凸出来有无？你就是爱伫这个所在哦。吼，爱伫这边哦，知哦？就是有微凸的时，就是前后安尼。哦，安安了解了，了解，要开始了哦。计划好之后，等一下，这个火箭要从这边发射上去，白龙雪先上楼了哦。你帮我扛啊，哦，我贵蛋会扛哦。好，上去了。哦，白龙雪终于上来了啊！哦，来可以上来了。那边那运进跟那爬足困难的哦。好，来，那你们就继续开始了哦。好，开始了哦。我感觉足艰难的呢，伊这主要袂足重的，但是就是迄个骹路足歹落啦。好，来，好 ，OK， 家己我倒哦，再上来，好，
哎，那站呢？我要放手哦。哎，站呢？真正赢啦！阿伯，我赢。我这脚架可不可以扛嘞？哦，一次就升上来。哎，好个，再比缩小搁较大吼，伊会胖啊。哦，惊到嘞，足感动诶。哦，大诶，想袂到，一个都徛呢。你甲另外边仔许人靠起来。哦，真刺激呢。来，我帮你撒。好，来，这个就是一些转接头那一些的，啊，搁有只管，这个泡泡管。好。我们姐也蛮会起来啦，安尼背好势哦。嘿好，好，再等一下。来了，终于已经搬上来了。三下你有感觉足感动的哦？你敢那敢那比所想的搁较简单哦。原底啊想讲咱会揢到吼。来，那我们要先计划一下，等一下到底要怎么安装，管路要怎么弄，我们先计划一下。啊，这一集的话，我们就是先顺利的把它搬上来，先跟这个电光牌的这个业务哟。无，有屏保客。哦，屏保客，哦，这个过档的多谢啊。啊，阮这个阿兄有无？等下安装哦，那较早甲你得是着较歹势，咱安装好势啊。哎，而且做专业，阮体想讲要用掉，结果伊就刚刚讲，哎，依他目测这样是可以。好，那我们下一集就要来分享这个热水器是怎么把它换掉。啊，你这换时间久啊，啊，时间久啊来讲的话，就是有可能里面会卡地带或怎样，我伊会较了电啦，可能啦，吼、哦啊。然后就刚好这个电光牌这个。我这郭董我，我直播甲我讲要赞助，结果甲恁当来讲安尼，白龙雪直接先甲电光牌当来先甲多谢，祝你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好，下一集就要开始安装了哦，谢谢收看，哈哈哈，就送。